娜娜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。太努力了。你说我耍赖，才让你离不开。你说我自私，只顾着自己爱。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。他们呢，就是来我们丝巴传媒面试的啊，看啊，源源不断，源源不断。这个是面试官冉冉子，来给我拍一下。这个是面试官二号，我是一号，你说，面试官一号萌萌，一号萌萌子，太好笑了吧？我们公演人都没这么多。看看最后一排还有战区，时间虽然现在已经下午2点了，马上吃完饭接着就继续握手。太火了，太火了。我们一会儿要去玩剧本杀，现在随便吃点发光的美貌。我要点一个那个奶香咖喱，什么来着？就是说我们已经到齐了，1、2、3、4、5个人，还有3个人在路上。这一份沙拉其实是我想买给那个路上的3个人，给他们等会儿吃的。结果当我买完鸡蛋仔的时候，这些人就是说，我吃的是原来的，我也不付啊。就是说惊呆了我，费尽人先吃的。
上。没关系，吃吧。那再叫一份打包吧，好吗？好。服务员，他们那个开啥盒？就是说驱黑，驱黑。你在干嘛？你在许愿。是这？对的，在这个地下，这一群女人。我们现在要开始玩了，然后呢，我们这八个人里面只有三个人是女的，是我、你，哎呦，恭喜你！还有谁啊？还有孔雪娥，还有玉言，我是玉小姐，玉小姐、哦，就你本人，玉小姐，玉小姐是这一件的衣服啊，挑一个合适的尺寸换一下，闪亮换装，关上的，是的。然后我们梅小姐是哪一位啊？我，梅小姐是这个马甲啊，梅香。这个衣服，顾小姐真好看，然后有裙子和那个。顾小姐真漂亮。然后剩下的五位放好东西来，跟我来哦。剩下的五位就是说，这个是我的，所有人里面只有你的。锁，等一下再锁。我们是男人，把衣服换完的。这个所有设备里面只有你的，只有我的货也不能带，带了就玩不好了。我们这些男人开始了。你是什么？来，黄花老师，我看看金先生。然后李先生是什么？你换完了？我是黄团长。你是黄团长？我是一个黄老板。黄老板，你可真帅，太帅了！黄老板，你是谁啊？王先生是哪一位？王大叔是这个啊？王大叔，对，大厨。嗯，我是王大厨。哎，我也很帅的，看上我吗？哇，这是您的衣服，对，大厨的衣服，然后这是吴老板的衣服啊。吴老板，哎，我不是王老板吗？吴老板我穿风衣的，里面来，不好意思，小姐姐，你快穿吧，王大厨。小姐姐，你的衣服，王大厨选完没有？王大厨最慢就是你了，王大厨。哎，你这个真不错，风衣。有一种就是说恭喜发财的意思。走了走了。太好笑了吧！你像一个黄包车师傅。来，照，现在终于亮了。妈呀，周子倩这是全场最好笑的一个女人。费清源，快来照相了。大家现在以为是在照相吗？我在拍视频。这个是，你是谁？玉小姐。你是李军官。李先生，你又哪儿？黄小姐，金先生，啊，金先生，你是吴老板，你是梅小姐，你呢？黄团长，黄团长，哎呦，你这个团长感觉不太有，下面没人的，哎呦，这位少女是依萍，你是干嘛？梦萍，这位是大厨，我是个大厨。我们已经结束了这个体验，这位就是我们的，咦，我怎么把这个天子玉带？天子玉还你，被我带出来了。吴老板今天为什么被叫出去呢？吴老板的话，吴老板因为他为什么今天晚上会被叫走，是因为他有他的任务，会泄露自己的白骨，给他一个任务，就是他有一天单位要给他，虽然他报他他去卖掉，他当时会这样说，他说我新乐司虽然白大家大业大，但是啊，你这吴老板他竟然去店铺最后一行，今日内奸，但是我没有疯狂栽赃，对对，因为这个任务虽然简单，但是你要给大家开启洗脑的模式，他就一直在洗脑啊。他栽赃 boss， 美丽的女人就没有办法听他洗脑话，你知道吗？他给我们洗脑，因为你做的是坏人，是坏人。对，那你做的很成功，是的。那太过分了。那间 boss 是哪一个？啊，对 ，boss 任务的话，他有，你们去那个白龙的宝箱，今天晚上开了吗？宝龙的宝箱。开了，当天晚上就开了。那个宝箱是411是吧？114。那个是411，就是可能你们啊，411114，啊，五。但是那个女的没有给你们什么正确的呀？哎，刚才给了呀，家世显赫，才华横溢，才华横溢。你不是那个吗？但是我没有家世显赫，家世显赫是 boss。哦。对，那他的话就是能说会写。啊。今天是拍摄的一天，看看。对啊，菊啊，哎呀，哦，你素颜，哎呦，哎呀，看看这个，
来的最早带全妆的女人，绝美的左脸啊。多美啊！我刚刚打了个底，打了今天的衣服。换了一个衣服，换了一套。好矮。对，很酷，不要这样。上衣玫瑰怎么样？真不错。哎呦，又是玫瑰。看这姐妹们，哎呦，这个漂亮，这个好漂亮啊！我看看。这样的一个运动衫配了纱裙，下面配了个运动裤，特别的 fashion。两个人蛮像的，两个人蛮像的，画出来的。我们要不要把裙子脱掉？就是，对，觉得还是有一点脱掉是吗？嗯，障碍在那。但这样比较好看，感觉一坨。螃蟹，我要追你，我要追杀你。我来了，哎呀，我操！有障碍物，走你！这是极速吗？这是龟速吧？龟速光轮，哈哈。你像在一个地方搞漂流的，端午节那个什么划船第一人就是你啊，这个快一点。寻找七天的八度无与伦比，谁能够证明了自己，努力过后见到梦。